いるわ。めっちゃだるそうなやついるわ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めっちゃだるそうなゴリラだ。不行啊，他只有袜子，有的是的，不行，还是上，不行，不行。在那里，在那里呢，他走上去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知道。对，那个。大猩猩是吃什么？原来大家都一样的问题。来。我在想说，因为那个菜，小智真的很可爱。这好大，小智也很瘦。对。就你要考大学嘛？是。
跟大金拍拍照好不好？哎，进来，走，来，拍照。出现，我在那边，出现。哎呦！我把那个小星星照的。他们在躲雨耶，开心。妈妈他。金刚带怎么那么？你一天那个都拍不到。拍不到。还有两个。还有，还有的，对，他，你如果被大金刚追，你也吓死，我吓死了。爸爸跟他说：“拜托你，我只是要你的食物。”